要想起，暴风雨过后也就会天晴，让我们一起手牵手向前，彩虹就在我们心底。人生路一定有风也有雨，用泪水灌溉生命的勇气，用希望化作风中的羽翼，让梦带走心中的忧郁。你陪伴我穿越过高山和大海，我的心有你才会澎湃，我愿意放弃所有坚持和骄傲，相信你会相信爱。
追逐，因为誓言不敢听，因为承诺不甘心，所以放心着你的沉默去说服明天的命运。没有风雨躲得过，没有坎坷不必走，所以安心地牵你的手，不去想该不该回头。也许牵了手的手，
我拿什么奉献给你？我不停地问，我不停地找，不停地想。白鸽奉献给蓝天，星光奉献给长夜，我拿什么奉献给你，我的小孩？雨季奉献给大地，岁月奉献给季节，我拿什么奉献给你，我的爹娘？60年，当年的厮杀和鲜血早已随时间变得越来越淡。廖明哲和朱英都是从淮海战场死里逃生的国民党军官，他们到台湾以后依然受到重视，后来成为以反攻大陆为使命的特种部队的高级将领。1965年，蒋介石曾设想将特种部队空降大陆实施反攻，但由于美国的反对才未能实现。如今88岁的廖明哲和朱英早已退休，他们在抗战时期参军，战争跨越了他们的整个青春，直到40多岁才在台湾娶上宝岛媳妇。每年结伴来大陆旅游是他们这群老朋友最大的节目。你说台湾是不是中国的一部分？那在我们心里面，当然都是中国的一部分了，但土地就是中国过去的一部分。所以大家国退一步，国退一步，天地自然宽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非要针锋相对。中国跟大陆一团结起来，世界上都没敌手了。美国那个时间到。所以我们双方面要。这一代的领导人，我们要如何面对我们后代子孙？这个仇恨不能永远的。我们始终是一个血统的民族啊，是不是？所以说，共同如何来让我们这个中华一贯的文化啊延伸下去，让我们子孙万代。徽上的这个平安的，徽上的富裕的，徽上自由的，在我们这个大中华这个圈圈里面呢生存下去。这个是我想你我心里面都是共同。